与海为伴的渔民们利用定网在大海中捕鱼。我们这个网里什么都能捕到哈，有这个水母，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螃蟹。一会儿我问问陈大哥，这是在海边，人们利用潮汐的规律养殖生蚝。个儿大啊，先给大家看一看，基本上跟咱们一个手掌一般大，这么大个的生蚝。而且咱们这儿的方式哈，是炸着吃生蚝，特别特别的鲜哈。世代生活在渔村里的王大叔，有着贪图捉蟹的好本领。快来一个鱼刺、啊！吓死我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一二三，快点按住他，别再咬脸了。在红树林畔，60多岁的林业工人王世军为红蓝里献出了父亲般的爱。13年的时候，我知道这个红蓝里整个中国就剩下14株。14株？对。也就是说，平均我们1亿人才能拥有这么1棵红蓝里。海口，毗邻衢州海峡。自宋朝开埠以来，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得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的流转仿佛停滞一般。独特的海洋环境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与大海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人与海洋的故事也伴随着岁月的长河，深深烙印在这座城市之中，成为这座千年海港的文化底色。海口人世代与海共生，渔猎文化也伴随而来。东门市场，海口最大的海鲜集散地，在这里刚打捞出水的各种海洋生物齐聚一堂，纷繁复杂的种类让饶一目不暇接。现在也带大家来到了咱们海口最古老的市场之一啊，叫做东门市场。你现在可以看到我旁边这个路窄，大概只能有2个车这样经过哈。这条整个巷子大概有1公里长。我看旁边卖的有好多好多种东西，甚至还有我没见过的，比如这个。你看，阿姨你好，这个这是什么鱼啊？青衣。青衣是不是？东门市场的热闹与丰富的海产品让饶一惊叹不已。在这里，渔民将每天的收成贩卖，是他们多年以来的生活方式。而种类繁多的各色海鲜，也印证了海洋文化的丰富多彩。在距离城市不远处的一个港口，停靠着大大小小的渔船。出海捕鱼是当地渔民们最常见的谋生方式。在这个毗邻城市的小渔村，饶一找到了这里的渔民陈大哥。陈大哥你好，我来了。哎，你好。这条船是吗？对对对。个儿还挺大的是吧？啊，这是准备了好多的好多的冰块啊。这也是咱们要一会儿要带走的是不是？对对，这个边是准备冰鱼跟保鲜那个鱼的、慢点慢点，然后保持新鲜哈。对，咱们一会儿几点钟走，还有多长时间？马上就要走了。马上就走了、对对。好，那今天跟我们一块儿就出海啊，希望咱们今天能有很多很多的收获、好吧。陈大哥已经是传统的渔民，现在依然坚守着当地最为传统的捕鱼方式。今天是出海的日子，陈大哥正在做着出海前最后的准备。每次出海前，陈大哥都会对船进行检修，确保一切顺利。哎，喂，海乐。好，我们现在出发了。哎，陈大哥。哎。咱们这2个网全部都不带吗？今天我们就不带这个网出去了。咱们空的船开出去啊，网也没有，就这样咱们就能捕上鱼回来。对对。我们出发了，拜拜，等我们满载而归的回来。渔民的收成需要顺应天时，
即使经常出海捕鱼，也并不影响船员们对每次收获的期待。只有一艘船，简单到竟然都不需要带渔网，这让饶一充满了好奇。难道这种捕鱼方法可以不用渔网就能捕到鱼吗？你看，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啊，现在这发动机呢已经渐渐地停了下来了。前面三位这个大哥已经在船头开始忙碌了，再往上拉绳子啊。不知道现在咱们这个是不是已经到了要捕鱼的网了？随着马达的转动，海中的定网被拉出了水面。哦，看到没？我手里摸的这个网，一会儿咱们拉上来，我再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但是我现在已经看到那个网下面拖着拽上来，已经有很多很多鱼了。要你那个头来抓。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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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重，里面是水还是鱼啊？水多。兄弟们，哎，哇，那就扔下去，不拿上来了吗？不拿上来了。陈大哥告诉饶一，这种捕鱼方法叫做定网捕鱼。祖辈选取了位置，将渔网沉入海底，捕捞时只需要将渔网拉起。捞完之后依旧放回到海里，循环往复。虽然满怀期待，但第一网的收获并没有预期中的多。咱们这个不是用的叫定网捕鱼是吗？那咱们选的这个位置这是固定的吗？对对，是固定的，一直都在这儿啊。一直都在这儿。你对对，那咱们就只选这个位置啊。对对，因为我们已经在电海域已经作业了，从我爷爷那辈已经作业到现在已经大概有100年左右了吧。从您爷爷那个时候。对对，是的。早在100多年前，陈大哥的祖辈便已经学会分析潮汐的规律。在茫茫的大海中选取鱼群最多的下网点，并在海中沉入了万斤沙袋，绑好渔网，守株待兔。百年之中，渔网翻新了很多次，但先被定好的位置却从来没有变过。咱们现在来了啊，是吗？发动机已经关了啊，陈大哥也亲自上阵了。鱼来了，有没有啊？就来了，鱼大袋，你看到没有？是吗？是吧？这个我看咱们其他前头那两网并不多呀，只有那么一点儿。对啊，因为来我。我能拉哪儿呢？好，来来后面。这儿是吗？哎呀！好，松开。松。OK。哇啊！好漂亮啊，都是银色的。这个跟咱们捡出来的鱼是一样的啊，而且还有好多那种鱿鱼。这个网收获真的比之前大好多好多啊。捕捞还在继续。而船员已经在将收获上来的鱼进行简单的分类。饶一发现，有些鱼在分类后就被放回到海里。刚从咱们捞上来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这个，我第一开始以为是那个水母呢，但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哈，不是长在水母身上的，透明的，特别软，像果冻一样的，不知道能不能吃。大哥，这是什么呀？这是海蜇。这是比较小的一种啊。这个是还没长大吗？对对，还没有长大的啊。所以说刚刚咱们捞了之后就把它扔回去了。对对对，哦，是让它再长大是不是？对对对，原来我手里拿的是一个海蜇呀，它能从这么小长到变成这么大哈。咱们把这小捞来之后呢，再把它放到海里，相当于让它再回到自己的家，再慢慢长大。前面收着呀，这边七只鱼呢就已经分好了，大概分了就这么几种哈。我刚刚看到了，我自己找到这条，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鱼，这是什么鱼啊？这是我们俗话说小白枪，不过一般国语也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了，小白枪鱼。由于定网捕鱼的随机性，所以各种各样的鱼都有可能被打捞上来。在这里，饶一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海洋生物。这个就是一个大的
在这片海域，陈大哥有着七处定位网，但并不是每张网每天都需要收获。除去祖辈传承下来的海中定网，要想维持好的收成，仍然需要判断什么时间捞哪个位置的网会有好的收获。今天是陈大哥这次捕捞的第七天，他说当洋流渐定，这些网已浮漂，也要逐渐拉回去修补翻新，以便再次出海时使用。咱们船舷让旁边竖起来，大概有这么高的这种几根柱子哈，他们现在就可以看到是怎么用的了。你看，就是呢，前面有一个马达带着它，就可以把这个网啊渐渐的给收上来，相当于形成了一个这样子传送带啊，就在船上。然后咱们这张网呢，已经拉下来了。不过刚刚陈大哥好像是说，这张网咱们要拿回去修补一下。对，我看这个网，它的网眼特别的大啊。因为它那个网头很大，以及到网尾，你看到？哎，这边就小了吧？好，咱们，你把那点也拉来看一下。你看一下，你对比一下是吧？您看咱们这整张网哈，大概有50米，但是呢，前头跟后头这个网的大小呢都不太一样的。这个是装鱼的袋子。啊。装鱼的袋。就是这个网其实跟前头是连着的啊，对对，都是连在一起的。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前头这些网是有大有小的，最后呢那些鱼就留到最后，然后咱们这个最密这个袋子，它相当于一个麻袋，不是渔网了，对吗？装鱼的袋子，对对对。啊，装鱼的大口袋啊，所以咱们收的话，第一开始是都没有鱼的，只从最后这个袋子全部都包在这里了。由于每次收网之间间隔较长的时间。为了保证入网的鱼群不会跑掉，陈大哥的祖辈对渔网也进行了设计，采用了3层不同大小的渔网相接，层层筛选，在潮汐的作用下，鱼群会被收到整张渔网最末端的密封口袋中。每次捕捞时，只需要将最末端的密封渔网捞起即可。经过4个小时的打捞，这次的出海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载着满满的收获，陈大哥开始返航。与此同时，在岸边，陈大哥的妻子已经等候多时。为了丈夫辛苦一天的工作有更好的收成，她还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而她的一天才刚刚开始。按照海口渔家习俗，出海回来后，每个船工都将分到一包新鲜的海产品，分享当天的收获与喜悦。许多当地人为了尝到最新鲜的味道，都会算好时间等待渔船回来。这个鱼是我们刚才跟我们一起出海的那些师傅，我们是捡出来分给他们的。哦，就是给刚刚咱们船上的几位船员呗，相当于一个传统了哈。对对对。在港口将鱼交给妻子，陈大哥一天的工作才算真正结束。而此时，在港口上没有卖掉的鱼，妻子就会带到东门市场，将收成贩卖，补贴家用。陈大哥的祖辈研究潮汐的规律，发现了大自然循环的秘密，而陈大哥和妻子也如同潮汐一般循环往复，在彼此的接力中体会着生活的滋味。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海口，这里的人们利用潮汐的规律，不仅可以定网捕鱼，也可以近海养殖。
优越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的生蚝硕大肥美，鲜嫩爽口。海口滨河渔村曲口，这里芳草鲜美，绿植繁茂。饶姨找到了林大哥一家，希望可以赶在收获的尾声品尝到生蚝的美味。啊，一路走过来都是伴随着瓜果香哈，但是我在这儿闻见了一股好像做饭的香味，里面还有位大哥。大叔您好呀。啊，您家做什么呢？闻到您家做菜的香味了啊，我来看看，带大家来看一看。啊，大叔您好，您咱们这是做什么呢？这是我们自己养的生蚝。生蚝是吧？对。那现在搞现炸。哦，这在炸生蚝。个儿大啊，先给大家看一看，基本上跟咱们一个手掌一般大，这么大个的生蚝，而且咱们这儿的方式哈。我被这个味道吸引过来了，是炸着吃生蚝。机会吃一下。吃一下，吃一下。太熟了，是吧？对。啊，就是这股味道哈，特别像那种吃了炸鱼的味儿。然后这个表面已经变成这种焦黄的颜色了。我尝一尝啊。这个里头有放盐吗？没有，淡了。嗯，特别的鲜哈。一般这个海鲜。就是跟水煮联系在一块儿的，但是今天呢，咱们这个没想到油炸，它还味道还能那么鲜，而且什么调料都没有，是吗？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看，就这。特别嫩，而且这个肉啊，非常的厚，没想到炸过之后，这个肉还是这么厚，一点都不会有那种很柴的感觉。我就发现这个炸完这个个儿，其实还是挺大的。每逢生蚝收获，林大哥都会招呼邻里亲朋到家中。品尝自家养殖的生蚝美味。一个紧急的电话打断了林大哥的计划，在生蚝收获的季尾，经常会出现临时预定的电话。放下手中的活，林大哥匆匆赶往海边的养殖区。哦，这片海是吗？啊，是啊，是啊。就是咱们现在可以看到海上这一片。像架起来的像桥一样，这块是是是是，这些就是下面就是生蚝吗？养蚝的架的，架的那是咱们人工架的是吗？人工搞的。用什么架的呀？要那纸条，要那竹子种起来。竹子啊，竹子。就是这些这么多放的好多好多竹竿啊，看起来好像这结构还挺复杂的啊，有这么长的竹子，还有后面那水泥柱，有插着的，还有横着的。是啊是啊。这些底下就是咱们的生蚝，那咱们要拿什么工具吗？这要船啊，要绳子绑啦，要锤子雷打啦。那咱们现在拿工具去啊。好，那咱们衣服换好了，要不要拿什么工具呀？就是拿刀，拿刀手号。这么简单呢，就没了。手套，一双手套，一把刀。咱们今天就能收获满满的生蚝。是啊。工具简单，这人工肯定就特别累。啊，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床垫吗？这是，哎，好轻啊！哎，没有动不动啊。特别轻，应该是一个简易的小船吧？对。原来这是这么用的，这是一艘船。咱们大船走不了了，都可以用它。大船腿很整啊，过水拉的到不了啊。林大哥在海边利用涨潮落潮中水位的变化，让生蚝在潮汐的冲刷中能够吸收充足的养分。用绳子将生蚝串起来，固定在竹竿上，保证生蚝不被潮汐冲走。这些架子就是咱们在岸上看到的。是啊，你说咱们用竹搭的架子哈。是啊，是啊。那生蚝就长在这上面啊。掉到这里了，掉到这里了。你这个流水吹开，吹开，开口就吃东西了。掉到水里，如果是这么长的话，咱们涨潮刚好能把它淹没。然后退潮的时候呢，刚好又把它露出来。原来生蚝是这么长着的。是啊，是啊。搁哪儿是把一个一个搁下来，还是怎么样？一般从这里搁也行，这里搁也行。哇塞，好重啊！这么一串，这真的一串大概有20斤重呢。还挺累的这一会儿。为什么咱们走过来的这些，包
包括远处能看到的，都割完了呀。现在已经到船后尾声了。您家一共有多少组这样的架子呀？总共就六个左右。这么一个有多长啊？一百左右米。100多米啊？100多米。一双手套，一把小刀，陈大哥娴熟地割着生蚝。不知不觉间已经傍晚。经营100米多长的生蚝架，依靠的不仅是经验，更重要的是20年如一日的辛勤劳作。对于林大哥而言，无论涨潮落潮，还是白天黑夜，只要买生蚝的电话响起，他就会带上工具下海割蚝。我刚刚拿上来的时候没戴手套，特别锋利。我看大哥这胳膊上也有这些疤，是不是都是碰的呀？是啊，是啊。又剥了一个。您大叔，咱们这儿这个生蚝有没有这种刺身的吃法呀？就是我们一打出来就吃下去了。一打出来就吃？啊，是。我今天这个有机会了，就得来尝尝这个刚从海里捞上来的特别新鲜的，陪我一块吃一个呗。也可以。好吗？干杯。啊，好鲜。好吃吗？好吃啊。特别特别的鲜，这肉可脆了，而且肉很厚很厚，这才是海鲜哈。我看咱们敲完这些壳全部都散在旁边了，这会不会有点太乱了？过红树林那保护红树林，保护红树林，保护那里，保护那个泥土不流失，是要把这些磨成粉。就是啊，是啊，他就绑那个网嘞，灌在绑住就怕那个红树林的旁边呢，就保护那个泥土。明白了，那就是这样。咱们今天捞上来这些生蚝哈，大海给予我们这些营养呢，捞上来生蚝，然后咱们生蚝的壳呢，再化作营养，化作春泥呀，去保护这个红树林，保护环境，然后来年我们这个整个海洋环境才能更好。在林大哥的心中，硕大肥美的生蚝需要仰仗红树林的恩赐，对他来说，保护红树林生态也是帮助自己，同样需要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就在李林大哥养殖区不远的滩涂上，有着大片的红树林，它们具有防风博浪、调节气候等功能，对抵御自然灾害、维护生态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海口，生活着祖祖辈辈与林为伴、靠海而生的渔民，他们有着传统的渔猎技术。在红树林畔的滩涂，我们碰到了一位正在捉蟹的当地村民。王琼兴大叔是海口市三江镇道学村的一位村民。从小在红树林畔长大的王大叔，对红树林有着特殊的情感。这些年，王大叔慢慢地从渔民的角色中转变出来，自己围了一片水塘，干起了养殖。为了保护红树林生态，他也劝阻身边的人退出渔猎捕捞的传统生活。转变角色的同时，一起保护红树林生态。怎么才能有呢？这里有一只的。哎，不行，太大了，它会咬人的。哈罗，这怎么抓呀？哦，来，给我看。给你，看抓，它咬你啊！给我旁边，给我旁边。我都没看着，可能是水上有冒气泡啊，一下就把这给抓住。其实还挺凶的，你看这蟹钳子这么大。来，把它放进去吧。还有贝类的鱼了，姐，看见不？还有贝类的哈。还有这个贝类的，还有。这是平常咱们也会抓到的。还有抓到的，螃蟹多那里啊。像现在这个螃蟹多不多呀？现在多啊。现在是分季节还是？快来，又有一只。吓死我了！快来！一、二、三，好。快点按住它。你在咬你啊！来，没事，我来。哦，拿两边儿哈。那么等了喊手。啊，这蟹真的还挺有劲儿的，看到没？爪子超级长，而且刚刚我跟他这个斗争的过程中，明显感觉他在底下扒土呢，特别大劲儿。
这个就是跟咱们刚刚看到的一样的 啊，抓到了。别说这个个儿还挺大的。这个搞餐很好吃。是吗？哎，像咱们抓的这种蟹，它是海里的蟹是吧？对对对。它叫什么名字呀？我们叫这青蟹咯，就是青蟹啊。哎，走走走，回家了。慢慢来。哎，你到来了。今天算是一个我之前没有过的体验啊，在滩涂上能徒手抓到一个这么大个儿的螃蟹。对啊，咱们已经刚刚抓了三只了，这是第四只了。对啊，还可以吧？可以了。红树林畔的这片滩涂受到潮汐作用的影响，在落潮以后，这片滩涂便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王大叔告诉我们，小时候他经常和村里的孩子一起来这片滩涂捕鱼捉蟹。第二天，受到王大叔的邀请，饶毅来到了这个红树林畔的村庄。您看王大哥家真的是能看出来是个渔民之家哈。对对对，咱们这儿光这些打鱼用的就有三种网，咱们这儿为啥用这么多种网？啊，以前好多种了，现在是看潮水用哪种网去抓的捕捞的。看潮水。哎，退潮涨潮。啊、哦。哎。别的地方一般都是这个涨潮的时候咱们船才能行进，咱们这儿退潮的时候也能捕，就退潮能捕，涨潮能捕。啊、哦，那所以说这一天这个不受潮水的影响，咱们都能捕。对对对，这个竹竿是吗？哎，先拿着过。好，这拿着一会儿咱们撑船用啊。哎呀，到那里就知道了。我听着这话意思好像还不是撑船用啊，告诉我先给我卖了个小关子，一会儿就知道了。哎，行，那我跟您一块儿去。好。从小在海边长大的王大叔有着熟练使用多种工具捕鱼的技艺，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根据潮涨潮落与季节变化判断出水流和鱼群的方向，这让饶一对今天的收获充满了期待。这个地方能不能看出来根据潮水有什么咱们这儿鱼多呀？他这现在的潮水上来了就可以了，打到鱼，放网就可以抓到鱼了。这水深，哎，就是一米多了。来，我看一看这个水有多深啊，在这儿，这水不是很深，不很深，也就是1.45米。现在是属于这个稍微退点潮，退潮退潮。那涨潮这水能有多高？涨潮起码要2米5这样。2.5米，哎，涨1米多，变化还挺大的。对啊，对啊。那咱们当地的渔民应该是对这个涨落潮的这个关系啊，应该是都得掌握是吧？掌握很准了，必备的。嗯，好，那咱们就试试呗，这个准不准选的这个地方。嗯、现在，王大叔带着饶一来到的这片区域叫潮沟，这是由于潮汐作用不断侵蚀而形成的一种独特地貌。那咱们就选的这个地儿，咱们就从这儿下是吗？对对对对。可是我们刚刚这个大家能看出来哈，能听到我们这个风挺大的，而且刚刚我们现在这个船根本就没有开动，已经从中间呢飘到这岸边来了。对，有一点风。这完全是风还有潮水给咱们吹过来的。嗯。那这个网放下去能行吗？它不会飘走。行。现在这根竹竿派上用场了。嗯。跟您想的一样吗？其实就是拽着固定一下这个网，是不是？对。跟咱们刚刚从河道里来看见河中间啊插着很多的这个竹竿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把这网固定在这儿，是吧？对对对，上了竹竿喽。好了是吧？哎，好了，上来。不能上稳一点喽。插到哪儿啊？上来丢，哎，装啥劲？这不行啊。哎，行了，好了，好，行了吗？好，看我了。感觉那个水底就是泥质的啊。水流的湍急程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将竹竿立好就费了好一番功夫。接下来，王大叔要将渔网顺着水流的方向均匀地撒下去。好，咱们这一根50米长的网很快啊就已经撒下去了，我现在更怀疑了，随便一扔就行了呀。对，你看现在这水还挺大的是吗？一直吹着咱们这个浮标往这边飘，现在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这个网就随意的撒在这儿。不过王大哥说咱们选这个地儿没问题，跟潮汐有关系，跟水流有关系，一定能有鱼。这个要等多长时间？不，现在你拿了竹竿来赶鱼了咯。啊，竹竿打竹竿打了水顺便打竹竿刚咱们我还以为就是旁边那个用处，这就是竹竿的用途呢。现在还这样随便这样打的，这样就可以了，用力打，
原来我们这竹竿现在是这么用的，打水哈，打水，打水花。王大哥，您确定这个能奏效吗？这起到啥效果呢？它打了水有声音了，震动了，它鱼就跑了，跑就风都网了了。这么回事？那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的。那所以咱们一定得在网的上游来打，对不对？嗯，对。哦。独特的竹竿打鱼，是潮沟捕鱼颇为有效的方式。看似简单的方法，却蕴含着当地人傍海而生的捕鱼秘诀。这个能不能有用啊？有用。这是不是您自己想的这个土方法呀？哎呀，祖辈都传下来的，我就这样抓的。这还是一个好像听起来是个正经传统的老方法呢。这要在多长时间呀？这个网上的水现在烧了。我可有点存疑啊。不知道有没有鱼了呢？一般都有吗？用急。有不？有吗？哎呦，天哪！真的！哇，真的有鱼！你懂吗？我都不相信！您看，我们整个过程才就是最多也就是3分钟的时间，竟然真的有啊！这刚刚也就收上来个2米左右，就3条。好啊！来，不急！天哪！真的还是有的，而且这个比较大啊！你看。10几厘米长呢，而且王大哥特别可爱，捕到鱼之后特别开心。这鱼得有1斤多呢，这是什么鱼，大哥？你看现在没看到河蚌是罗非鱼。看来竹竿这方法没准还奏效的。对啊，就赶到跑就张网了。啊，小心点把它给拿出来。咱们今天您预计哈，想。怎么那么开心？抓到大鱼了，超开心是吗？那您心里本来打算咱们要抓多少呀？5-6斤了。5-6斤就行。不是很多呀。那这个目标还挺轻松的，就能达到了。到10就可以了。咱们数数今天这些收获啊，1、2、3、4、5。5个小的，然后1条大的。对了。那这些就够了，咱们今天这么一顿的就够了。对啊，我们冷。2、3个人够了嘛？好，是吧？好，下次想吃再来抓。多年的渔民生活，使得转产转业绝非易事。但王大叔告诉我们，在儿时的记忆中，这片红树林有很多丰富的物种。现如今，他希望可以通过他们这代人的努力，给后人留下一片完好的红树林。当地人保护红树林，红树林也守护着海边村庄免受潮水侵袭，同时回馈丰富的物种给当地人，这是时间促成的相处之道。适可而止的捕捞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坏处，而不顾后果的竭泽而渔带来的却是不可修复的损失。王大叔深深懂得其中的道理，虽然没有了丰硕收获时的喜悦，却可以长久地品味大自然恩赐的盛宴。这里的人靠海而生，对红树林有着深厚的感情。然而，面对现实需求与彻底退出渔猎养殖的艰难选择，人们仍有更多的思考与矛盾。但对于王大哥来说，转产转业的美好愿景终究会实现，即使中间存在着挣扎与放弃，他也一定会坚持下去。就在这片红树林中，还有一位保护红树林的老工人王世军，虽然已经退休，却从来没有考虑过离开红树林育种一线。他所培育成功的是4年前已经濒临灭绝，总共还剩下14株的红蓝鲤。小颖，你看，这个是14年台风把这鱼网打上去的。咱们面前的这鱼网吗？对。
这是台风打上去的。对，台风打上去的。刚刚就发现了，旁边有一些什么泡沫板啊，一些杂物在这儿，我还以为是咱们没打扫干净呢。这个网就是什么？对，这个网就是跟那石哈的泡沫箱啊，都是这个2014年那个威马逊台风打上去的。台风给刮上去了。您还没说的时候，我以为是有可能咱们涨潮啊，这个水潮水会把它带到这儿，然后那个落潮的时候呢，它就会留在这上头。哦，哪有潮水这么大？台风的时候才这么大。台风的时候，台风的时候才这么大，就是那2014年那个威马逊的时候。那您当时2014年的时候，对您家有影响吗？就差这么一点点，就是到我们家。那我听说，也就是2014年的时候，那一次咱们这个红树林就有了一个比较响当当的名字啊。海岸卫士，为什么要叫海岸卫士？它这红树林离这村庄大概有2-3公里、3-4公里，十几个村庄。如果不是这个还有这个红树林的话呢，它会把整个村庄都毁了。嗯，因为呢它潮水太大，潮水大浪也大，红树林会挡风挡浪。嗯，到最后浪也消息了，也没了，所以村庄也保住了。每天，王老师最牵挂的就是那些在苗圃基地中的红蓝里小苗。这就是苗圃基地了。苗圃就是红蓝里哈。对，红蓝里的苗圃。就是咱们现在用塑料膜圈起来，都是红蓝里，是吗？对。属于胎生物种的红蓝里，对于生存环境的需求极其苛刻。在风平浪静、阳光充足的环境下，它萌生的种子才有几率存活。面对海边潮汐的冲刷，存活率也会急剧下降。2013年的时候，我知道这个红蓝里整个中国就剩下14株。14株？对，14株已经基本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在咱们整个这个生态环境、整个生物链里面，14株，对，很少很少的数量。对，也就是说，平均我们1亿人才能拥有这么1棵红蓝里。对，这么少的数量啊。对，现这么少的数量，在我们国家的时候应该算于极度濒危了。我就怎么想，心态买怎么想把这个物种培育出来。如果再不拯救这个物种的话，肯定用不了多少年会彻底从我们国家上消失。从2013年开始，王世军就精心呵护着这些小苗，在他的照料下，这些珍贵的植物逐渐存活下来。如今，红蓝里已经被成功培育了600多株，对于这个物种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从种子到幼苗的成长阶段，海滩上的小动物会破坏红蓝里的根部，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王世军每天都要在苗圃里巡视，凡是它涨潮它爬进来，它就要把这小苗吃掉。所以呢，必须要就是说，每天涨潮都要进来做繁殖。所以说，螃蟹那种动物哈，是它一个天敌。对，一个天敌。会把这小苗给吃掉。对。那我赶紧把它给逮出来，不要把那苗给吃了。这么快？哦，这样就好抓了，好逮了。会咬人的。啊！你那边这太大了吧？会咬人的。他现在也跟我搏斗着呢，你知道吗？天哪！这个不能给他咬，也咬到的时候就流血了。那是咱苗圃里比较大的螃蟹吧？对。那我可也是算了，立了大功了，把这么大块螃蟹给抓出来了。我就刚心里虽然特别害怕啊，但是想到他可能会把咱们这个全国现在只有几百棵这小苗给吃了，就心里就气不打一处来。在幼苗长到20-30厘米的时候，王世军就会将它们移栽到东寨岗保护区内。从此，它们将离开王老师的呵护，经历大自然的真正考验。早在30年前，王老师跟随同事考察红树林物种的时候，有幸见到过红蓝里。当时，红蓝里在中国已经很少有人见过。他认为这是一种缘分。30年后，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到红栏里整个中国就剩下14株时，他决定挽救这个珍贵的物种。从2013年他开始研究育种，到现在成功培育600多株，几何概念的增长离不开王老师为之倾注的心血。在王老师的感染下，饶毅决定代表栏目组种下一颗珍贵的红栏里。希望呢，我代表咱们栏目啊种的这棵树能够成活，能够长成以后的参天大树，对，为咱们这个红树林啊来增加一棵新的小苗。放在这里，我记住它的位置了啊。哎呦，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重要的不是这么一棵树苗了啊，每当一件事儿，如果你在里面倾注了很多情感，这个事情就变得更加有意义。还有啊，就像王大叔他们这些人啊，现在还在忙碌着。其实可能我们今天做的这些啊不算什么，但是呢，可能等这些小树苗逐渐的长成那些参天的大树，这背后全部都是有王大叔这些人的努力，我们才能看到现在成片的这样的红树林。1980年，从军队退伍后，王世军就来到了这片红树林保护区工作。他告诉我们，这几年他心里一直放不下红栏里，所以决定晚几年再退休。谈及这些年的努力，王老师坚定地告诉我们，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保护红树林，挽救红栏里，能为自己生活的家乡尽一份绵薄之力，都是值得的。陈晓峰捕鱼的接力生活仍在继续。林聪希望让人们尝到最新鲜的生蚝。汪琼兴为了让全村都过上好日子，盼望着可以早日实现转产转业的目标。王世军仍然坚守在红树林，希望培育更多的树苗。这些生活在海口的普通人，他们用智慧和勤劳，利用自然规律，与大海和谐共处，诠释着海口渔村最朴实的幸福。